佛陀伊的智慧，会当解了世间，不管有情无情，无情呢，就是草木啊，等等吼，那这拢是互人伫咧用的刀啊啦，啊，或者是地板呐，那等等啦，电风啊，电火啊，总而言之呢，只要你目睭看会到。遐个物件，即叫做气世间，或者是咱大个空间，搁较大个呢是社会，搁较大个呢是国土，搁较大个呢是全球。不管是空间、物质啊，等等，即叫做气世间，即气世间所有个物体。该是行住坏空，无一项永远伫咧啦。所以想看卖佛陀呢，对有情世间一切众生种种的心欲，众生的生死苦难等等啊，这个生老病死大自然的法则，伫这个人。世间有情六道轮回中，无一项无清楚。尤其是呢，在这个空间，这气世间所有的物体的世界，佛陀更搁再较了然清楚。好亲像呢，在树林的面顶啦，所伫咧看的秋分，清清楚楚。看出宇宙万物的道理啊，所以佛陀对人真了解，对世间真了解啊。伫咧教育呢，伊嘛是用智慧。下安居过了后无偌久的时间，有地主啊，从远方来，向佛陀恭敬顶礼问安呐。佛陀看到地主呢，伊就问伊讲：“你对倒位来啊？”地主回答。我是从协山而来，哦，路途远吼，有一段时间，从结下安居结束了后，心思念着佛啦，所以从迄当阵就开始起步啦，一直到现在，才会当来到这看到佛陀。向佛陀请安啊！佛陀就问伊讲：“伫生活中呢，有问题啊无？平安无？平安啊！伫平时的境界里，生活得安稳吗？”这位地主呢回答：“佛陀慈悲关心啊，今年。”我结下安居，在迄个歇山的所在，环境真好，心真安静啊，生活呢也过会用的啦，进出呢也是平安，只干那有一项缺点尔定。佛陀就问讲，什么款的缺点呢？伊讲啊，那到甲黄昏的时，正侪啊，鸟啊，都拢会挂来伫这个所安居的周围，鸟声真吵啦，想要安定打坐啊，就是鸟声呢。真杂，真杂吧！佛陀就问伊讲：“
那安尼，恁敢有想要搁倒转去迄个所在安居呢？敢有欢喜迄个地方？地主就回答讲：迄个所在真适合阮修行，只是唯一的缺点是暗时鸟声嘈杂啦，无法度呢静心落来，较困扰啦。佛陀就教伊一个方法，讲啊，你若转去啦，开始黄昏的时，听到鸟声来啊，你爱真虔诚合掌，用鸟啊安讲，祖鸟啊，我真需要你的鸟鸣来供养啊。鸟啊开始来的时，并无多，却是呢，听到比丘群啊，安尼呢，合掌向鸟祈求，希望因献出因的鸟鸣来供养。在鸟啊开始就赶紧去开会了吼。现在比丘啊，对咱开始有所求咯。因所要求的呢，是咱的身躯的鸟鸣啊。各位啊，大家人想好清楚，咱到底呢要把咱的鸟鸣供养出去啊无？鸟啊，听到呢，就讲啊，袂用的哦。咱身躯啦，最宝贵的是咱的门啊，咱哪会当把门供养出去呢？地球所要求呢，咱既然无法度好，咱就要赶紧远离啊！果然呐，从一阿妈开始，就静悄悄咯，鸟啊拢唔敢话来咯。过无偌久，地球来向佛陀感恩啦、啊。佛陀给我这个法呢，啊，即卖现在，迄、那个修行的环境啊，日时头真清凉。暗时真宁静，果然呢是一个修行最好的道场。佛陀就搁再甲大家人开示咯，比起我，大家人都爱知。连鸟啊，是有情的众生，伊家己呢，啊会晓听受伊的羽毛啊。何况讲咱众生啊，人啊，人类呢，应该爱更会晓自爱，咱爱听受咱的慧命。时间会当通成就咱的慧命啊，烦呢？会当成长咱的慧命，那咱应该呢？敢会当不如遐个鸟啊，听受伊的性命，搁较不如吗？这就是佛陀的智慧，用这种个环境啊，来教育友情。所以这个气世间物体啦、啊，环境啊。一切呢，都有环境优点、缺点存在。友情呢，都有共同呢，特别追求的欲望，那也有家己爱保护家己的情，这呢就是友情界。啊，这种的友情界呢，拢是伫迷茫啦。在痴迷中啊，
所以佛陀也不断来人间啊，向人间说法吼，这必定爱有伊的福甲慧，才有法领导世间啊，向世间有情说法。各位菩萨，佛陀呢，伊智慧啊，甲慈悲啊，有了慈悲呢，才会当有好缘呐。结好缘，众生才会起欢喜心，欢喜心才会当接受法。那会当接受法呢，有情啊，迷茫中呢，才会当觉悟。利用人人觉悟呢，爱搁再互伊了解这个气世间呐、啊。种种的道理吼，不管有情无情啊，一切呢都是的。佛陀呢以了如指掌啊，都亲像翻掌来看秋分，这样子容易。确实，咱众生呢还是也够真迷茫吼，所以请大家呐啊，要觉悟是咱的本性，啊觉悟无困难，只爱呢咱。时时多用心嘛。